所以整体的风味、香气以及口感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厚重，介瓜果的香甜在入口之后，那微醺的话才会。香的风味以外，带出我们池里的小鱼吐出泡泡到水面上的样貌。那我们左手边的丝瓜，这些会依照一年四季啊，它其实会变成三四种不一样的颜色。那我们选其中两种颜色呈现在饮料的附口。那就像是台风天去带出来的一些风味啊，跟景色在里面。最上面比较清澈的部分使用。那我们这一道来想要讲述我们农夫靠天吃饭而陷入泥沼的心境。那整体的风味则是使用酸菜白肉。水梨下去制作，会带出一些酸度解腻，让两位的味蕾尝试整理。是的，部分。那入口的话，可能会带出鲜梅果的香气，以及当地本身带出一些青草、草本植物的清香在里面。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香气。用到台湾工艺家手工自制的作品，那上面这两把比较短圈的折叠刀为士林刀，有俗称骑兵柳叶子会使用的刀具。那这款秋显陈秋老师制作的刀也是使用到大马。那下面这两把会是比较年轻的刀匠柴晨老师制作，他是在美国刀匠协会拿到证书的第二位亚洲人。那他回来台湾之后啊，还是有在钻研制刀。上宜兰胭脂鸭，那吃的时候可以帮我将胭脂鸭切块之后，搭配上我们下方的小水摊以及一旁的酱布喽。这边帮二位准备的会是我们的小饭团。那我们外层的话是使用到小松叶包裹，那里面的话会是当归鸭腿肉。那稍后吃的时候。去带出竹林的视觉效果。那旁边的部分是我们的烤鸡颈肉串，里面包裹着香菇。那下方会是我们主厨自制的烧肉酱。那这边今天帮两位准备的食蔬是我们的。Thank you.